他不是喜欢跳舞吗？把他那个跳舞的一面把他跳出来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再继续他1分钟，我让他干嘛就让他趴着就趴着，让他站起来就站起来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要对他狠一点，因为他曾经坏了我很多坏了我很多好事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坏了我很多好事，所以现在机会来了，我要踩一下他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感谢我鱼岛姐姐，感谢我怡子姐姐，谢谢多的不说，家人们，咱们团结就是力量啊！直播间1800人，马上2000人了，咱们团结就是力量，知道吧？团结就是力量，好吧，家人们。对，咱们团结就是力量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，咱们直接安排他，好吧？现在直播间1800人，咱们团结就是力量啊！来，咱们给狗皮车送礼物的点点关注，我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我不想输给他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输给他的话，我的面子都丢光了，然后他觉得自以为飞起来了啊！多的不说，咱们团结就是力量，狠狠的揍他就行了，好吧？狠狠的揍他！感谢我七夕姐姐送来的跑车，哎呀，这就是气质的姐姐啊，这走路带风啊，这不一样。感谢我七夕姐姐，家人们，直播间1800人，瞄准我七夕姐姐点那么一包关注啊，让她说的心服口服，知道吧？跟我阿伟碰一下，他就是石头碰鸡蛋啊，石头碰鸡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也是我的粉丝家人们给我的自信啊，家人们。如果没有我的家人的支持下，我也打不过他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谢谢我蔡姐，哎呀呀呀呀，感谢我蔡姐送来的跑车，谢谢，太牛了啊！这气质这一块儿，马马登登的，家人们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我们打的就是面子，知道吧？面子对不对？曾经你们也知道，对吧？曾经这些事儿，你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呢，我也不想去提，也不想去说了，知道吧？曾经。阿姨莫坏了我很多坏事，坏了我很多好事，我只能这么说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踩他一下，我就狠狠的踩他一下，继续他2分钟，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我让他趴在地下就让他趴在地下，知道吧？我就欺负一下他，知道吧？就这么简单。来，给我狠狠的揍他那个，揍对面那个啊、哦！狠狠的揍他，对面是有大哥的啊、哦，咱们不要等他偷塔了，咱们守塔好吧？感谢我蔡杰送来的热气球，谢谢，谢谢我蔡杰啊，大力支持。因为咱们该高调的时候就要高调，该低调的时候就要低调。今天晚上咱们狠狠的揍他一下，让他看看我们家的实力，好吧？家人们，多的不说，直播间1800人，给咱们家把1、把2、把3点点关注，给咱们家蔡杰啊，你们也知道蔡杰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和帮助啊，大家我的姐姐们送礼物也不如意，我希望大家给他点个关注，好吧？还有82我的七夕姐姐啊、哦，也是一直以来很支持阿伟的，还有我的83，对吧？不说了，来后面的拉拉队有没有实力的大哥大姐站出来帮阿伟打一把，守塔了，最后18秒，家人们不要被对面偷塔，对面偷个塔我们就输了，对面来个4人飞机我们就输了，咱们守塔了，最后10秒钟，来加油！还能杀的宝贝儿们，咱们加油，揍他！对面上来了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揍他，揍他！我的天哪，输了是一了，是不是我们输了？感谢我蔡姐啊、哦，蔡姐，谢谢我蔡姐送来的热气球，我们是不是输了？输了是一了，家人们，这个有个东西在这儿，我的天哪！输了吗？怎么会输了呢？闭麦吧，闭麦吧。来啊，家人们，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了，叔叔爱哥姐们啊！要是这一把咱们也赢了，怎么会输了呢？家人们，我的天哪！我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不想输给他，正儿八经的不想输给他。对面有大哥，知道吗？他们前面又不上飞，然后后面又偷塔了。后面偷塔，咱们飞速加车的时候，咱们团结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真的不想输给他。如果刚才已经输了一把了，如果这一把再输给他的话，我们就彻底的输了。真的，我不想输给他。我们能不能团结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我鱼岛姐姐
瘦了的猫鸡佬，谢谢，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来，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，不要只靠一个人，因为只靠一个人的话打不过他的，咱们也不要只靠把一把二后面的拉拉队，咱们能杀点杀点飞的咱们就杀点飞好吧，团结一下来，此时此刻最后四分钟，咱们神秘的大哥大姐们后面的拉拉队能不能给阿伟杀个跑车飞机的，能不能团结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能输给他，对面有大哥的啊、哦，对面有大哥的，咱们不要输给他好吧，家人们，团结一下，直播间1900人，咱们瞄准受理问的点点关注好吧。来家人们，江城时间来了，江城时间来了，咱们守塔了，来，现在江城时间来了，咱们把这个江城时间过了好吧，家人们，江城时间过了，礼物翻倍的时候来了，挑战完成，江城时间来了，来，现在是已经加成时间了，咱们这个时候是礼物翻倍的好不好，现在是哦 PK 哦，加成时间来了，咱们能上飞的咱们上点飞好不好，这个时候是礼物翻倍的啊、哦、一杯啤酒就是两杯啤酒，一个烟花就是两个烟花，咱们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，我不想输给他，说实话家人们，我真的不想输给他，对面有大哥的，感谢我七夕姐姐送来的跑车，谢谢，我真的不想输给他哦，因为你们知道的，我要输给他的话我这个面子都没有了，因为对面确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，曾经他坏了我很多好事儿，知道吧，他是一个女孩子，但是我真的现在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，所以我能踩他一下就踩他一下，对吧，我心里舒服一点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能输给他，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，加油，最后20最后两分钟，对面是有大哥的，他们后面都会偷塔的，咱们守住塔好不好，感谢阿米姐姐，加油家人们，对，咱们守住塔，不要被对面偷塔，知道吧，对面是最后10秒钟的时候偷塔的，刚才本来前面我们的飞速多，后面他们又偷塔了，这把不能再让他偷塔了，知道吧，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对面上来了，把对面的血条给我压过去，对面的血条给我压过去，加油，来，对面的血条给我压过去，家人们，咱们不打也打起来了好吧，不打也打起来了，现在我跟他碰上了，不打也打起来了，我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咱们狠狠的揍他好吧，来给我揍他，对面上来了，最后只有1分钟30秒了，只有1分钟30秒了，输赢就看这一把了，这把我们输了的话就彻底的输了，知道吧，我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对面上来了，对面上来了，给我揍他，还有1分钟，家人们，能不能打赢他，来，能不能打赢他，对面上来了，最后只有1分钟了，咱们输赢就看这1分钟了，我不想输给他，狠狠的给我揍他好不好，给我揍他，气死了，真的这个，来给我狠狠的打他好不好，团结一下，感谢我七夕姐姐送来的跑车，感谢我七夕姐姐，家人们瞄准我七夕姐姐点关注，来，最后只有40秒了，最后只有40秒了，咱们狠狠的揍他好吧，最后这个40秒狠狠的揍他，来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，给我揍他，给我揍他个那个低狗脑，最后只有30秒了，家人们，对面5000多飞，咱们5000多飞，最后只看这个20秒了，后面的拉拉队有没有神秘的大哥大姐帮我偷个塔，我太激动了，家人们，对面已经上来了，咱们能不能偷个塔，最后10秒钟，来，能不能偷个塔，最后已经上来了，对面给我揍他，给我打他，最后10秒钟，只差一点点了，给我偷个塔，来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，给我揍他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又输了，谢谢哦，谢谢我七夕姐姐，真的非常感谢我七夕姐姐大力支持，谢谢，如果没有不是七夕姐姐的话，我这把输得很惨，关键的一把啊，来退出 M 给你们魂光啊，家人们，一人赢了一把哦，可以，来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了哦，嗯，所以就看这一把了，来闭麦，
输赢就看这一把啊，叔叔哥姐们，输赢咱们家输赢就看这一。家人们，多的不说啊，不打也打起来了，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了啊。咱们刚才好不容易一把，这把移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胜利了啊，彻底的移他了。今天晚上让他，对吧？等一下匪丝们都会露皮的，对吧？我继续他两分钟的时候，知道吧？我继续他两分钟的时候，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我让他攀着他就攀着，我让他学叫牛叫马他都要就学叫牛叫马的。所以等一下匪丝都会露皮发到群里的。我也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。说实话，曾经我们两个只是我也看他姐姐的面子上，所以不然我心里也很不舒服，因为他有时候对我不讲道理的那种，我也心里很不舒服的。但是这些过去我们就不说了，今天跟他碰上了，咱们就跟他狠狠的揍他一把，对吧？出口气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出口气，多大不说，输赢就看这一把了。刚才咱们好不容易移了一把，对吧？那么这一把我们移了就是移了，我希望咱们直播间1900个人，咱们团结一下好吧，团结一下，多的我们就不说，咱们团结一下，直接给我揍他来。来，粉丝家人们，多的不说，今天晚上能跟阿伟上点飞的，咱们就上点飞，全力以赴的上飞，好吧？最后一把了，不能只靠把一把二，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很累。我希望后面的拉拉队咱们也能上飞的，咱们也上点飞，好吧？团结就是力量，我们就狠狠的打他，好吧？多的不说，不打也打起来了啊！我连他都打不赢的话，我真的是等一下他继续我的话，都等一下粉丝都会露皮的，人家。这样子的话别人也会看不起我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们的阿伟也没有面子的，我们打的就是面子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惩罚会让他无底线的惩罚继续，知道吧？所以呢这个面子重要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面子重要，咱们面子重要，知道吧？所以无论如何啊，咱们这一把我希望能够打一他我姐姐把一姐姐也泡废了，把一把二都泡废了，我希望后面的拉拉队啊，咱们有没有神秘的大哥大姐真心支持阿伟的，站出来，是时候站出来了。平时我们说其他的都没有用，今天像这种情况需要你们帮助的时候，狠狠的把我揍他，好不好？多的不说了，来，该站出来的我的粉丝家人们，站在后面的不要等了，咱们直接站出来给我揍他，好吧？团结就是力量，只靠一两个人打不过的，感谢我七星姐姐送来的跑车。来，给我狠狠的揍他，今天晚上必须要打赢他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瞄准我七七姐姐啊，把一，你们也知道他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直接给我点，给他点一波关注，点1000个算1000个，好吧？谢谢送来的冒劲儿，来，咱们后面的拉拉队啊，给公屏上送礼物的点关注，好吧？然后咱们直接许条给他压过去，好吧？这一把对面也会偷的，感谢我用户姐姐啊，邀请我送来的。花玫瑰花，谢谢，加油，家人们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？感谢我的姐姐啊，谢谢，加油，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多的不说，不打也打起来了，咱们直接给我揍他，狠狠的给我揍他，好吧？对面上来了，给我揍他，感谢我阿明姐姐送来的热气球，来瞄准我阿明姐姐点点关注，谢谢，来，感谢我黄姐啊送来的热气球。来，感谢我七夕姐姐送来的跑车，直接给我揍他，对面上来了，最后只有50秒了，家人们，哇，谢谢我用户姐姐啊，幺七五送来的花，谢谢，来，对面已经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咱们能不能加油？最后只有40秒了，对面已经上来了，咱们不能让他赢，好吧？给我搂他，谢谢，来，最后只有40秒了，咱们不要输给他，感谢我徐姐送来的热气球，谢谢。感谢我七七姐姐送来的热气球，来，最后只有30秒了，家人们，只有30秒了，30秒，给我狠狠的揍他，好吧？狠狠的揍他，今天晚上是让他输的心服口服，好吧？对面上来了，守塔了，最后20秒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守塔了，不要输给他，给我搂他，对面上来了，最后10秒，来，给我搂他，来，对面上来了，给我打他，不要输给他，好吧？给我揍他，来，守塔了，家人们，守塔了。说了是赢了，打在公屏上，非常感谢我的七夕姐姐，还有我的榜二、榜三，还有我的榜四，确实
确实咱们家很团结，知道吧？真的很团结，太感谢了，真的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如果不团结的话，这把就输了。咱们输了是赢了，打在公屏上来。非常感谢啊，感谢我的七夕姐姐，你的兄弟永远记在心里啊，姐姐，感谢你的大力支持，还有我的宝二，感谢我的宝二，感谢我的阿米姐姐，我跟阿米姐也点关注了啊，还有我的宝三，我跟我的宝三也用户姐姐也点关注了，非常感谢我的宝一、宝二、宝三、宝四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啊，谢谢，真的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。输了没有？真的，直接输了，输了，妈呀！输的心服口服了吧？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不服，这一把干完了，我再来一把。嗯，我不服，知道吧？不干了，你那个，我能打赢你就 OK 了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你就是害怕，知道吧？你每一次都是你打 PK 的时候，你都不会给人一个复仇的机会，你只会说不打了这样子那样子。你先把惩罚做了吧，来吧，先把惩罚做了，惩罚做的到位再说，知道吧？惩罚做的不到位的话，你来，我直接给你做惩罚啊，没有什么敢不敢的啊，直接干就完事了，知道吧？你先把那个五个我跳了，然后我再继续你啊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等一下啊，我连个蓝牙啊，我连个蓝牙直接那个啥。好像没电了，我直接来吧。你在手机上放吧。可以可以，我在手机上放啊。你不要着急啊，等一下啊，阿伟哥，不要着急。等一下，我不会跳，真的，我直接无语了，你把这个摄像头调的那么大，我怎么跳嘛，对吧？我都不好意思跳。你不放大，你咱们看不到你啊。可以了吧？就这么多。跳完了吗？对呀。你说可以了就为止是吧？来来来，我给直接给你跳啊！我不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放到后面。跳鸭子舞吧，他们都说叫你跳鸭子舞。鸭子舞是什么舞？就是鸭子舞呀，鸭子舞就是鸭子舞呀。鸭子舞是什么样的？这样子的吗？来，我不跟你那个啥了，不跟你那个啥了。鸭子舞是什么舞？是丑死。来军训吧。来，站好来。丑死。你正。